很好，让我看看你楚狂生有多大本事。你实力不错，但我时间紧迫，就不陪你多玩了。狂妄！九雷印，七印雷神打！去！不好，晚了！下去吧。我的本事怎么样？什么？什么意思？这血战牌，他这是向整个武斗场挑战呀！太狂了吧！重剑，骨链，玄宝排名43。什么时候武斗场轮到一个新人逞威风了？古师兄的名声，我可是早有耳闻。既然听说过我的名字，还不赶紧认输？一个新人，还是收敛点好。我不过是客气而已，你还当真了？你找死！剑连舞，去！啊！这小子够狂啊，竟用骨裂激发自身力量。这小子的确有点本事。多谢了。夜月斩！这骨裂是被气急了，竟然这么快就将底牌祭出。九雷印，七印雷神塔，给我破！凭你的力量能坚持多久？不好，精神力！我认输。全榜第40，雷战。师兄，请吧。雷战居然输了，这小子有点实力啊。
小弟弟，姐姐对你手中的玄臂十分感兴趣，不如给我可好？可以。这么爽快啊？那就要看姐姐你能不能拿走了。小弟弟一点也不懂得怜香惜玉。修炼几年，是吗？这家伙是打算放弃抵抗了吗？他不要命了吗？这会是什么？好可怕的气息，不能让这家伙施展出来。落英叠杀，圣杀剑。九雷印，八印雷公吼。干什么？你说呢？你这个
混蛋，住手！多谢师姐。一个新人居然闯到了选榜第25名，太厉害了吧。幸有14000玄币，真是不虚此行。这位兄弟，血战牌都立出来了，这么快离开岂不是扫兴？选榜第19，清霄萧洛峰。不错，正是在下。你是来向我挑战的？我朋友打算炼制一枚丹药，还差2枚药材，需要花费点功夫，所以我来邀请你与我们一同采摘。没兴趣。楚兄不用着急拒绝，先看看这个。萧师兄的邀请我接了。如此甚好，届时恭候楚公子。谁？